奇迹已经是先忙的事日程，闭上了你的眼睛。司马小姐，祝贺你，太好，唱得太好。赶紧救二丫呀！是啊。二丫。有了，马主义。说，咱们直接到美国兵营要人。行，就这样。行。对不起，我们要找我们的朋友叫二丫。什么？下来，就这么高一女孩。二丫会说英文。My friend is 二丫。二丫 ？Yeah， 我们的 friend 二丫。His name is 二丫。哎，等等，各位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不知道，然后叫我们走开。走？走什么走？二丫，二丫，快点！我们要找我们的朋友。我找你们布朗少校。We want to see Captain Blunt. Captain Blunt at Big DS in 5 this morning by ship. 他说布朗少校凌晨五点就坐船回美国了。他是不是把二丫也给带美国去了？Is 二丫 go to USA with Captain Blunt? 不行，我得找他。大爷！爷们儿，你说这倒霉孩子，还连个招呼还不打，跑美国去了，我这下半辈子我怎么办呢？我，
这孩子，大爷你别急，二丫到美国一定会来信的。二丫，哎，大爷，大爷，二丫，那不是二丫，您看错了。二丫，大爷你冷静点，那不是二丫，大爷，大爷，那不是二丫，二丫，大爷，又是二丫啊，二丫，那不是二丫。二丫，你说你二丫到底还没心事儿？什么意思？二丫到底去哪儿了？弄完了？这么久没见，这不是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回来了不？二丫到底回哪儿了？二丫，不是哥，你一块儿回家吗？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我们家二丫留洋去了。我们去送送回去，还送出去了。二丫真的出国了吗？是啊，听说二丫还跟美国军官。哎呀，小心。这叫嘛事儿？就这样出国，怎么意思？各位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大爷他今天累了一天了，你们先回去，让他睡会儿吧。行行行行，那我们回去走了，走了，睡觉了。哎哎，走走，好嘞好嘞，走了。好。你倒霉鬼子，你上美国抢屋去了，那我一个糟老头子在家里待着。我一天比一天老了，我就腿，我就腿，谁陪我看病，谁给我做饭呢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哎呦喂！请问，大西洋公司那批货物，政府有没有查封？没有。哦，那么说那批货没有没收，只是冻结。我宣布警报解除了。如冰，啥？你爸不是为你的事儿来的。那他是为了什么事儿来的呀？什么大西洋什么的。大西洋？嗨，我没听清楚，反正不是来找你的。走。干嘛去啊？刚才那盘球还没分胜负呢。走啦，快。哎呀，老灰喜诺，侬嗲得来。哎，对了，律师怎么说呀？跟你说的都是一样。妍妍啊，贷款的事我不方便出面。行了，交给我吧。你不是说要打地管球吗？听你的。那好，走吧。嗯，走。
房产过户手续一到手，我即刻通知你。哟，谢谢您啊，那您留步啊。那不远送啊，您留步。简直是月黑风高，怎么了这是？你听我说啊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哎呀，这个，来，哎呀，那自己看。星期六晚上你有空吗？干嘛？我想邀请你来参加我的 party。那我星期六晚上来接你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太阳，白天你爸来了，刚才丹阳马走了，这会儿又出了郭占奎，你自己说，咱在这藏身安全吗？蔡经理，您要找的人就住在那家。嗯，肯定吗？肯定。我都跟了好几天了，您看那位小姐就住在二楼的那个房间。她怎么住的米大律师家？哦，据我所知，她好像跟家里人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所以这两天才搬过来住。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。对的，他身边好像有个女保镖，对他呀是寸步不离。我看那女保镖走路的样子，还一晃一晃的，好像身上还带一些功夫。以后您要是见到他呀，可要小心。好，好，谢了，谢了，谢了。以后您要是有活啊，一定来找我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您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叔，您找谁啊？我找司马小姐。这家姓米，没有叫司马的。哎，小姐，鄙人是，哦，你姓查？哎，不，鄙人姓诈，姓诈。鄙人前几天和司马小姐碰过面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歌厅的经理。对，你眼神真好。你怎么知道他住在这儿？你笑啥？问你话呢。你咋知道他住在这儿？我。你找他干啥呀？他知道你今天要来吗？这个。他没跟我说你要来呀。要不你先跟我说说，我回头转告给他。哎，这不是扎经理吗？哎，你找家父吗？家父到法院出庭去了。我找司马小姐，请进吧。哎，哎，谢谢。司马小姐要是愿意的话，除了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可以到我的歌厅唱几首歌之外呢，还可以到我的电台去做节目。电台？什么电台？终身广播电台，听说过吗？终身广播电台没听说过。哎，鄙人还有一家唱片公司，如果我们合作愉快的话，我还可以给您出唱片。我这个唱片公司虽然没有百代和胜利那么有影响，
不过也给不少的明星出过唱片，像白虹啊、姚丽呀。不是，你打住，你啥意思啊？我们司马小姐才不稀罕你那些呢。再说了，我们又不是卖唱的，你拉我干嘛？行了，别说了，走吧。张经理，对不起，您继续说。那一节我们俩都渴了，去倒杯水吧。是这样，合约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您仔细看看条款。之外，能不能安排住的地方啊？可以可以，正好我的歌厅对面公寓有间套房，是给客户预备的。您要是不嫌弃，可以愿意住多久住多久。嗯，好的。若冰，我就弄不明白了，你签哪门子约呀？你是大家闺秀，不是卖唱的。这样让舅舅舅妈知道，那还得了呀！我就那么跟你搭手势，那么搭手势，你还嫌，你气死我了！你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姓扎的，我把你签的合同给你撕了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为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住。请。还得需要王大姐的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二丫。这儿的保安都是印度人吗？是啊，司马小姐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啊？啊，到了。来，二位，里边看看。这里边可以洗澡，后边还一间小厨房，可以烧饭，还满意吧？嗯。要是不满意啊，我再给你们换个地方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和表姐都能在这过日子。对对对，挺好挺好啊。那就好。喂，哦，燕燕，我跟若冰在一起呢，您放心吧。啊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若冰气还没消呢，这个假期他不回去，等他气消了，我就把他送回去。啊，您放心吧。喂，燕燕，后边怎么那么乱呢？我们在意大利老太太家学唱歌呢。我们都住在意大利老太太家，老太太对若冰可好了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，意大利老太太家好多人吗？我唱歌呢，当然吵了，好多人呢。哦，他请了好多人听若冰唱歌。燕燕，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啊？燕燕，哦，燕燕，喂，燕燕，马上让若冰接电话。不说了，舅妈，该我唱了啊。燕燕，喂，怎么样，这情人？哟，王小姐光临。张经理你好，请请请。我俩生意蛮好的嘛。马马虎虎。让我二位来点什么？你看着办。
好，两杯香槟。究竟是梦是真？小姐，前途无量啊！谢谢您的夸奖。这样，我少陪了。好，您忙啊。好好。谢谢。累了吧？还行。若冰。这些都是给你的，哎，这还有字儿呢，宜中烟草公司买办，尤大有，邓仁发，哎，这个，祝贺司萌萌小姐演出成功，黄莺莺，哎，这个黄莺莺是谁啊？谁呀？不认识啊？这黄莺莺可是个电影明星啊，您不知道？可是我真的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呀，司马哦不不，萌萌小姐，这黄莺莺现在可是红遍大江南北啊，她刚才还大大的夸奖你一番呢，夸奖我？是，她把你比喻成一个光彩夺目的明珠，说你一定会大有前途的。司小姐，我请你吃夜宵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准备请他吃夜宵了。有机会，有机会啊，一定有机会啊！一颗星星诞生了，去，说请我吃。我要吃肉，快，快开门。人呢？谁呀？你刚才看见那女人没？就穿的跟鹦鹉似的那个，你觉得她长得像谁啊？像，我就光看衣裳没看见脸。我求一件事儿吧，你说，你明天帮我把李继哥叫过来。啊？若冰，你交代我的事儿我办了。李继哥，进来呀。若冰，那行了，你们俩聊了，我出去了。哎，表姐，别走呀！我才没那么无趣呢。行了，你们俩好好聊吧。表姐，我表姐就是喜欢开玩笑。哎，燕燕说你有大事找我。什么大事？我看见二丫了。不可能，二丫跟那个美国军官出国了。可是我真的在楼下看见他了呀。在这个楼下吗？嗯。你肯定是看错了吧？哎，听说这个房间是小猫歌厅的老板提供的。啊，是的呀。若冰，我看你还是回家吧。你一个大家闺秀，在歌厅里唱歌总不是个事儿吗？你也瞧不起唱歌的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们家人不会同意的。我才不管他们同不同意呢，只要你同意就行了。若冰。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。
是寂寞。谢谢。我们走，走。若冰的爸爸，王先生，怎么回事？羞耻吗？这样凶恶残酷的美国军官竟然当做了朋友，是我瞎了眼睛，我没有脸再回去见你爸爸。现在我要向你永别，请您不要难过，记住了，要为我报仇。那天布朗告诉我，他们接到了上级命令，要他们几个人回美国去，他约我晚上到他那里开跳舞晚会。那天晚上舞会直跳到夜里两点，我急着回去，可是布朗他骗我说吃完夜餐才送我走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我被他奸污了，直到第二天他还不让我出去，把我关在房。想尽了方法想从窗口跳出去，想尽了方法想着自杀，但都没成功。爸爸，因为我没有勇气，才刚刚18岁，我还希望能回去见你呢。谁知道，竟然遭到了这样残酷的蹂躏。亲爱的爸爸，不要忘记，他们在我身上下了这样的毒手，他们是最没有人性的野兽。当时我本想要报仇，可是我没有力量，又没有说理的地方，只能怪自己从不用强盗做朋友。你一定要坚强，你一定要为我报仇，把美军赶出中国去，把美军赶出中国去，抗议美军投降，抗议美军投降，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，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，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。快期末考试了，请你劝大家回去复习准备考试。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让同学回到教室去。同学们，二丫的死是令人惋惜的，但是这是个别盟军所犯的错误，
什么叫各没路子呀？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正向盟军交涉赔偿问题，大家何必要示威呢？也有一种可能，二丫是赤色分子的诱饵。赤色分子就是故意把美国挑出来，作为他们鼓动民众示威的目标。那二丫不是白死了吗？对，我不是让二丫白死吗？白死，对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。上刺刀。相当顺利，来，你看，好极了，抵押贷款50万美金，妍妍，你太能干了。还有呢，贷出的50万立马买进棉纱，这是合同。
太好了！为了庆祝我们的成功，我们出去吃饭啊！今早不想出去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喜欢吃河鲜吗？外面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学生们为了一个自杀的小孩正在游行呢，军警都出动了。有个学生喊着：“我是达华学校的。”便一上去就是一棍子，打得他血流。喂，若冰在吗？在我身边呢，我们俩正聊天呢。若聪呢？在啊。若霜还没回来呢。若霜去哪儿了？过半个小时，他要是还没有回家，你就马上……哦不，我马上打给你。你要看住若聪，不许他离开家半步啊！喂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晚上回来吃饭吗？这怎么说话没头没脑的？这秦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这是啊？李继哥，李继哥他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李继哥他被打了，被打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为什么打他？谁打他了？啊？他被一个神秘女人带走了。神秘女人？神秘女人是谁？不知道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笨死了你！找找他去。走啊！我也去。哎，走，若聪，若冰。哎，你们等等，等等。若冰，爸不让你出去，爸不让你看家呢。哥哥。少爷他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他们要去找同学，找同学去。我都听说了，现在外面出事了，好多学生都被打了。就少爷这炮竹脸脾气，他在外面非惹出嘛事儿不行。以后看着他，让他哪儿都不叫去。哎呀，随他去吧。慢慢，这就不管他了，这就不管他了。你看那边，我看这边，啊！在哪儿呢？哎，往右！你们俩到上面去看看。那辆别克车从那边过来，开到这个地方，那个神秘女子呢，就带着大哥往那个方向走了。那个神秘女人到底是谁啊？你们干嘛的？怎么还不回家？我们找人，告诉你们，谁也别找，赶紧回家。不是，刚才这赶紧回家。姐，走这边，走吧，走吧。姐，李继哥现在在哪儿啊？上别的地儿再找找啊。别动，快躺下，快躺下，听话。你是谁？你就叫我娇娇姐好了，醒了就好了，平安无事了。肚子饿了吧？想吃点什么呀？不吃东西哪行啊？多少得吃一点呀。你再想想，你想吃什么，告诉姐。姐去买，下手可真够狠的，简直不是人，差一点就伤到眼睛了。啊，是不是姐的手太重了？无奈和岁月长。无奈何人过往，无奈何天捉弄，历尽人世沧桑，无奈何
何人离去，隔海相顾无言缘，呼唤着你名字，不管有多遥远，你是否能听见，我一直在身边，往日情景浮现，仿佛回到从前，笑着泪洒心间，呼唤着你名字，不管有多遥远，你是否能听见，我一直在身边，多想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将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多想时光倒转。